中的繁华宫殿，是不是历史的家宴？翻天覆地的成败巨变，谁能让它再次重现？这世界之前是谁的乐园，过后又该是谁的人间？感天动地的梦想实现，此刻又在为谁表演？心的血，纷纷扰扰的故事已沧海变桑田。当纵横天地的苍天划破誓言，我该如何笑看人生的百年？斩不断掌心需要什么样的货色？我要一副上好的棺木。里面有一副，二位进去看看。小心！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何为难我们？拿你的命换我手中的命。好，造了头。小兄弟，不得对前辈无礼。什么前辈啊，他刚才还要杀我呢。不杀他也行，先挑断他的手筋。你挑断我手筋，那是救了我。糟老头还敢嘴硬，你以为我不敢？前辈，晚辈失礼了。年轻人能有你这样的侠义心肠，实属罕见，佩服佩服。哎，前辈，晚辈想请教一个问题。说，宋大人到底被何人所害？
公子，此事我不能告诉你，但我奉劝你一句，你此行还会有凶险，告辞。哎，卓大哥，你刚才好厉害啊。你记住不能太鲁莽，刚才如果出事怎么办？知道了，啰啰嗦嗦的。哎，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从小在包子铺长大，大家都叫我小笼包。居然能打败我跳护法，好久没会过如此高手。走，夺回宋思良的尸体，一切都按计划执行。杀鸡何用宰牛之刀啊？再说这区区小事，还劳教母亲自出手。怎么是区区小事呢？他坏了我们的计划，错了我们的锐气，我若不出手如何收场？论真材实料，他的武功和我在众国之间，想打败我也并非那么容易。我只不过是诈败而已。为什么？靠我的易容术护送宋四良棺木进京，不免还会露出许多破绽。这卓中岳与宋思良关系甚密，咱们何不将计就计？好，那就将计就计。皇上，天下太平靠治理，不是靠粉饰。现在宋思良大人在黄河下游调查完毕，即将抵达京城，向皇上奏明实情。王公公不是已经核实了吗？根据我大明的律法，核实奏章实情是钦差大臣之职。东厂越祖代袍名不正言不顺，况且先帝铁牌遗训，内宫之人干政，有违祖训。于大人胆敢公然对抗皇命？住口！君臣议政，我在说我该说的，我在尽我为臣的职责，哪有你奴才插嘴的份儿？你孰是孰非，到时两种截然不同的奏报真伪可断，真相大白，罪就其人，绞刑部处置。这么说，两种奏报孰是孰非还有待宋大人回来证实。这已经到了京郊了，很快就要到了。哎，京城是什么样的？京城啊，是个繁华之地。什么叫繁华啊？繁华就是车多马多人多店铺多东西多什么都多，看得你眼花缭乱。我知道了，就是说卖大饼的铺子一个接一个，卖烧鸡的摊档一波接一波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差不多吧。咦，这不是镇远镖局的郊外驿站吗？怎么摆上擂台了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啊，不行，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呢，不能耽误。罗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我这几天都快闷坏了，就去看一小眼待一小会儿好不好？不行，再说京城不是快到了吗？我们不会耽搁的啊。不行，就去看一眼，不会耽搁的。喂，嘿，这各位英雄好汉、武林同胞，今天我们镇远镖局在此设擂比武，比赛分为文比和武比两种。请问文比是怎么比啊？我来告诉你。所谓文比，比的是心智、口才和阅历。我会问他几个问题，如果能答得上来，就算他赢了。我先来。你的兵器呢？一双肉掌。那你就先出招吧。不行不行，哪有男人先出招的道理，还是钟小姐请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停，三招已过，有请下一位。标志啊，不过我看不懂。
几招就全都跑了呢？那上面不是写着呢吗？比武招亲，三招定胜负。真的，我也想去玩玩。喂，别胡来啊，我们还有正经事儿。在下凉州林中燕，向姑娘讨教几招。什么林中燕？我看你啊，倒像是一只小老鼠。哎，是谁说话这般尖酸刻薄？他说的是实话，实话当然不太好听了。住手！三招已过。好，我看他胜在心计，不在功力。姑娘太过取巧，不算不算。哎，人家取巧也算是一种本事啊。你要是能取巧赢了这位姑娘的话，人家也照样算你赢，还不是你自己笨。小兄弟说得好，今天来比武招亲的竟是些没趣的人，倒算是你最有趣了。小伙子，你要是有本事自己上来比一比，你要是赢了他，我给你磕三个响头。哎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哎，不许去，赢了要娶人家的。哎，朱大哥，我看这里啊，除了你之外谁也配不上那位大美人。喂，待会儿我去赢他一把，把他弄来给你当媳妇。肖祖宗，别胡闹了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怎么了？不敢上来了？不怕丢脸就上来呀。啊，喂，卓大哥，这次我一定要上去了，不然会让人家看不起的，也会让人家姑娘笑我的。你为什么不让他上来试试呢？我，哎，好，有胆量啊！哎，一会儿看我的吧。哎呦！五湖四海小龙猫见过姑娘，名字很特别嘛，请先出招。哦，武器也很特别啊，姑娘的招式也很特别呀。我这特别的武器配姑娘特别的招式，一定特别的有趣。姑娘，请。那就承让了。你背上是什么东西啊？做包子的笼屉呀，取巧而已。姑娘，承让了。哎，等等，干嘛？我还要找小老鼠跟我磕头呢，他要跑了怎么办？早会。慢着，你不能走。五笔是比完了，可是还有文笔呢。文笔？什么叫文笔啊？诗词曲赋啊。诗词曲赋什么东西？吃的还是用的？既然你不懂，那你来干什么呢？既然是来了，就得按照比武招亲的章程办。我又没让你嫁给我。哎，我不玩了行不行？大胆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谁敢玩镇远镖局的。姑娘，我真的还有正事呢，你饶了我吧。哼，你这是存心搅局啊。卓大哥，卓大哥，快来帮我说话呀。你这个小鬼头，现在知道惹祸了，叫你不要上来，非要上来。反正已经惹祸了，那个姑娘非要拉郎配。还笑，快帮我说话呀。哎，啊，这位姑娘，我这位小兄弟不懂事，就请你原谅他这一回吧。既然他是你兄弟，你就好好劝劝他走完这个场，这是规矩。台下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就算我可以原谅他，可是钟家的名声。是啊，干嘛呢？啊，五笔啊，五笔啊，你还是去试试，打不住再说。卓大哥，你替我去吧，我把媳妇让给你。说什么呢，小红包。姑娘，文笔就文笔，谁怕谁啊？
什么鬼画符啊？这是苏大学士的一首词中的两句，如果你能对出下一句，就算你赢了。什么苏大学词？我不懂。啊，这位姑娘，我这位兄弟确实不懂，他比文输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？走是可以走了。走吧。对呀，我们都输了，我们走了啊。等等。嗯。那你懂不懂？要说不懂，就对不起苏大学士了。哦，那就请吧。朱大哥，去呀，快去呀！那就献丑了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这两句词最好，可是太过于凄苦清冷，不适合姑娘。曲高则和寡，心高则命薄。献丑了。怎么样，我大哥厉害吧？请问尊姓大名？在下卓中岳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嘿，看剑。姑娘，得罪了。恭喜卓公子，你赢了。刚才的比文和现在的比武，你都赢了。卓公子，你可以向我家总镖头提亲了。啊，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招亲的。卓公子，你上来比武，那就是比武招亲啊，这有什么可误会的呀？啊，发什么愣啊？人家姑娘看上你了。别瞎说，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办。哎呀，我们的马车，棺材。姑娘，实在对不住了。白打了半天，费了半天的劲儿帮你讨的媳妇儿，你又不要。喂，什么都怪我呀，你可把我整惨了。我把你整惨了，要不是我，你能捞上这么漂亮的姑娘吗？喂喂喂，我可不想娶媳妇儿啊，再说我又不了解她，莫名其妙。听你这话的意思，好像真要娶人家姑娘似的。喂，你这什么话嘛，我是没法拒绝人家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又不能让人家没面子吧。算了算了，下次见了面再解释吧。你要是不喜欢人家，就早点跟人家说，省得人家老惦记你。哎，如果你不看热闹，我能有这事儿吗？要是我不看热闹，我怎么知道你的本事啊？卓大哥，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，又能文又能武，哪像我大字不识几个。行了行了，算是服了你了。待会儿进了城啊，我直接去宋家，你别跟着我啊，万一又惹出什么祸来，我还不好收场呢。好啊，我刚跟你说上媳妇儿，你就想甩下我，你卸磨杀驴呀你！我敢吗？哎，这样吧，我们找家店先住下，我明天一大早可能就要走，你呢，多住两天，等着我来接你。那也好，不过千万别忘了来接我，否则别怪我大闹京城。喂，京城有京城的规矩，千万别胡来。就。真没想到，还真打出个乘龙快婿来。嘿，我看卓中岳倒长得俊了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。哎，听说是江南玉器大王的儿子，这家世啊，与您也是很相配的。你爹娘一定会满意。王妙师，你说什么呀？你知道他的为人吗？嗨，小姐，你担心什么呀？就凭你的模样，更不要说心智和口才了，还配不上他？可他身边那个人，你知道他的来历吗？不就是个毛头小子吗？算了吧，我第一眼就看出她是个女的，要不是怕对方难堪，我早就点破她的身份了。真的？不会吧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事儿了，我爹的事我还心烦呢，说他们干什么。嗯，说的也是。看我爹走的时候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我总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。哎，总镖头不在家，这麻烦事多着呢。六扇门的总捕头骆继天说，我们再不把李虎的事情交代清楚，他就要封我们镖局。这骆继天也太猖狂了。不过王镖师事关镖局的清白，
你还是要查个清楚。嗯，他们的接头地点我已经查清楚了。是吗？那还不快去，我们还愣在这干什么？哎，不行啊，小姐，总镖头出门的时候一再叮嘱要保护你的安全。王镖师，你也太胆小了吧，就你我的身手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暗算的吗？再说我也该替我爹做点什么了，走吧。哎，小姐，你来的时候可否安全？请放心，无人跟踪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一定要小心谨慎。接受天定，大劫门必胜。京郊弟子听令，诛杀令出，全力以赴。教母口谕，选十八路门徒赴京城镇远镖局附近待命。谨遵号令，本部人马立即行动。起来吧。看来本教是要举大事，诛杀令出，一定是从皇上来。集结待命，不准妄加猜测。属下多嘴，罪该万死。事不宜迟，快去准备。是。远镖局想干什么？哎，醉姑娘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你不要误会呀。那我就听听你的解释吧。这是什么？蛮好玩的嘛，借我玩玩。哎，别玩了，还给我吧。王镖师，快去六扇门找洛青天，告诉他们大劫门集结京城，准备刺杀皇上。哎，小姐，还不快去，不要让钟家蒙上不白之冤。是。你们两个要保护好小姐的安全。是。好。说，是谁杀了李虎？金刚掌夏侯雷。他在哪儿？他不远。给我带路。走。知道啊，可能是夏侯雷干的。夏侯雷，夏侯雷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你们追回王镖师，夺回诛杀令。是，要快。你虽然坏了我的事，可你有本钱赎回来。我把你送给大劫门的新教主，这是天姿国色，我给他送这份大礼，也许他会宽恕我的过错。集结京城，行刺皇上。马上送药房抢救，这个人不能死。是是。
什么人？大人受惊了。哦，骆捕头，有什么紧急情况？十万火急。这是什么？大捷门诛杀令，此令为大捷门头牌，召集门下十八路人马聚集京城。有何目的？只是估计。估计什么？杀皇上！于大人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于爱卿，有何事禀奏？其一，宋府黄昏皆飞鸽传书，宋大人在齐鲁丘陵被悍匪杀害。啊！其二，大捷门匪徒调集十八路门徒，齐聚京城，图谋不轨呀！他们是何目的？事发突然，还没有查清楚。但是据观察，可能是……说，是冲着皇上您来的。反了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皇上，现在不管事情的真伪，您的安全事关重大。现在应该调集御林军，加强皇宫的防卫。这个时候你还笑得出来？皇上恕罪，奴才是笑于大人无中生有的本事。王公公，现在事关社稷，天下的安危，有话直说，何必阴阳怪气？道听途说就深夜惊驾，于大人是不是有些……我有证据。证据何在？这是刚刚缴获的大捷门的诛杀密令，他们准备在镇远镖局会合。哦，呈上。王公公，看来你认识这面令牌。我只是觉得这令牌有点怪。这个令牌有何作用？皇上，不管于大人听说的是真是假，我们宁肯信其有，不肯信其无。奴才这就调动锦衣卫查处此事。皇上，此事不能光是查处啊，应该有具体的措施，我们才能争取主动。哦，看来于大人早就胸有成竹啊。谢皇上，我们现在应该调集大批的御林军，实行全城封锁，把住各个入城的通道，防止入城的匪徒继续入京。先把局面控制住，然后再分片的肃清入城的匪徒。准奏。于爱卿，你奉朕的旨意，立即汇集兵部尚书，马上禁止进城，原班人马继续调查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二人一定要同心协力，不得互相猜忌。有任何新的情况马上禀报。还有，宋大人遇刺一案未经查实，封锁消息。遵旨。啊，赶快通知飞毛腿毛三鹅来见我。是。主公深夜召见，不知有何吩咐？关系重大呀，你火速将此信交给聂鸿儒，还有马上派人去镇远镖局，必须赶在六扇门之前。还是今晚介入者一律灭口。是。谁派你来的？说。
镖局。杨捕头，锦衣卫奉命驻守此地，六扇门无权进入。撤。大吉门究竟想干什么？根据探报粗略估计，目前来京城不明身份者逾千，有一多半是以镇院镖局比武招亲的名义过来的。那现在他们的行踪呢？估计分布在京城的各个角落。王振在逃归。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摸清大捷门进京的具体行动计划，抓他几名活口，套出口供。哎，于大人，抓了几名，但是无法套出口供。为什么？这些人个个邪得厉害，一被捕就吞毒。速撤诛杀令计划，京城已有重兵设防，切切。你家主人如何知道我的计划？在下只是送信，其他一概不知，不敢妄言。你回去报告你家主人，就说我即刻取消计划。多谢教母深明大义，小人这就回去禀报主人。告辞。教母，是否取消计划？大队人马暂且取消，杜青山负责的那一路按计划执行，明天由你接替。教母，杜护法绝技在身，足智多谋，属下恐难以胜任。紧要关头用人，关键是忠心，而不是什么能力。多谢教母信任，不过大队人马撤出，没有人接应怎么办？所以要求你一击建功。这两天朕安然无恙，全要归功于二位爱卿。最近可有新的情况？东厂锦衣卫昨晚轮番出动，在京城大小旅馆与车马店全都安排了眼线，至今未捉到一名所谓劫匪。奴才推断有两种可能。哪两种可能？这劫匪通通会遁地之术，昨晚的千余人来无影去无踪。那还有一种可能呢？嘿嘿，那就得问于大人了。这情报到底是真是假？哎，那面令牌你可是亲眼目睹啊，这岂能是假？嘿嘿，你要是能抓几个大捷门的歹徒让皇上瞧瞧，那才有说服力呢。启禀皇上，我六扇门这几天共抓获17名大捷门匪徒。哦，可惜无一活口。那是为何？此等匪徒异端邪恶，一旦被捕立即吞毒自尽。哦，这么说你不是捕了17个人，而是收了17具尸啊。这六扇门不会拿别的死人充数吧？六扇门不会这样做。皇上，现在朝中肯定是有内奸通报。哦，所以匪徒才改变了策略。于大人说话要负责任呢。哼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二位不要顶牛抬杠。事过境迁，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除戒严。啊，皇上，现在的事情还没有落实，是不是？启禀皇上，宋大人遗体已经运到。各位爱卿平身。谢万岁。皇上，家父不幸遇害，请缉拿真凶，为家父报仇。宋大人的棺木是何人送回的？是这位卓中岳下士。啊，参见皇上。嗯，果然是一表人才啊。开棺，朕要亲睹宋大人的遗体。啊！
小心！是王振的地盘，是朱家人的禁地。公主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穿成这样，今儿个要不要再揍我一本？别着急，都给您攒着呢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我要让你看看天子脚下的鬼门关。是怎么开始爱上流沙，转过手指慢慢消失，哦哦，是不是爱来得太迟，才会让你的心学会了静止，而你却不做多解释，反而用一点沉默交易修饰，是我给了爱一个坏的名字，然后看着它慢慢消失。让暴风雨将你淋湿，我要给你双翅膀。